好，谢谢。完了，满天大雪。好，林贺主任。完了，满天。卡巴主任，主任，小子，你们怎么样？杨大主任，你这是从哪儿来呀？你怎么才来呀？小子，老巴说，发生地震的时候啊，我在英雄开会，彻底没有信号了，而且英雄通往外面的路也断了。我跟两位同事呢，只能徒步到都江堰去报信儿。本来昨天我就要来寨子的。 但时间紧急，我只能先去报信儿。对了，主任，我们寨子情况怎么样？没有人员伤亡吧？哦，啊，咱们寨子呀，损失不算太大，好在是救援队来得及时，帮着大家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。太好了！哎，伊娜和他妈呢？老叔。 伊娜跟她妈妈去哪儿了？
阿兰，你快点！你俩跟他妈妈呢？别回来！告诉我，你俩跟他妈妈去哪儿了？杨大雪，大雪，阿叔，去哪儿了？他们？ 救援队来了！救援队来了！来，让一下。慢点，慢点！来，让我过一下。公子，快点！救援队，封控现场。 马上展开救援！是。姚副处长，队长，哎，不能等你们了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了。啊，明白。抓紧时间。姚副处长，快去吧。慢点，别动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好，慢点。上，这边有伤者。 杨大雪，你不要这样了啊！杨大雪，你听我说一句好不好？丽娜她真的是没了，你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垮的。杨大雪，丽娜是为了救孩子们呀。 丽娜，丽娜。
这个。